黑灰跨界小修理在慧心汽车耀眼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彰化市 S 一任慧心汽车薛仁寿，今天推荐这两台 Corona Cross， 是我去彰化市五董那里估回来的，都是一手车哦。黑色里程只跑20000，灰色里程跑42000，两台都通过 ES 认证，无桃白 Cross 赞，真心为您把关。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来看跨界小修理销售 No.1 的 CC 车头，鱼眼头灯，前驻车雷达，铝合金钢圈，这个轮胎当然是2021年都是八成新啦哈。转带方向灯，这两台都是同等级的哦，也都同配备哦。IT Moment， 来看一下，双色内装，红色皮椅，黑色的天棚。左边这边大灯高低调整，还有远光灯自动切换，前驻车雷达控制键。看一下后座，虽然是跨界小修理哈，但是后座空间还蛮大的哈。你看，还有设计后座空调出风口，也可以说是小车大空间啦。对，哦，来 Hip 怪看一下 ，iSofix 双后座儿童安全座椅固定系统，头打蛮注重安全，这都是标配。来看一下两台的后行李箱的一个内装气氛，这台欧式的招几万？20000。来看一下招20000的后行李箱的气氛，姐姐，有影新车强哈，新车强，好，你看一下，啊，配合红色皮椅，来看这台灰色招40000的迄个后行李箱的气氛哈，比较看卖啊嘞，来，你看见嘞，有影嘞，其实招40000的气氛哦，甲对只迄20000比起来哈。就较差一嘟嘟啊，所以讲咱咧俩车爱心哦，里程数会决定它的价格，从各种的蛛丝马迹呢，我们会决定它的定价。招四万几的 Q 跟两万的就无同款啦。啊，来看两台车的迄个差评，倒车雷达、倒车影像镜头，来看一下黑色跟灰色的漆面，来就怪，真正拢拉新的咧，这拢藏车库的，无当的吼，因写这个购车的 Corona Cross。赞，杨光店长哟，咱先来看这台招四万一灰色的 Cross 伊的迄个眼睛色的 Q1 翕起来 ，Q1 实在拿新车嘞哈。对，来看一下 ES 认证标签，还有机能件 ES 认证标签，这台是灰色的招四万一，咱等下再来看一下黑色招20000的眼睛色的 Q1， 其实你也翕看麦，真正有差吼、哦，有差，招两万的哈、哦。眼睛色的气氛较清一嘟嘟啊，对哦，啊，哎，赶快哦，股价让我通过 ES 认证合格标签，个机能件合格标签，所以这两台呢，都符合咱联盟的2年50000公里保固，而且呢，发电机也在保固之内哦，让你买的安心，开的放心。考乐斯、考乐纳，赞！来做一下 CC 修理车。哎呦，杨文店长，这关门的声有较低咯。有真扎实，吼、哦！哎呦，甲传统诶牛头牌国产车诶关门啊声无共款呢。对，看起钢板有用较好哦。有，咱稍等下来试一下底盘的，就辨知分晓。了解、哦。来，今天推荐这两台都是2021年出厂，而且配备选配都完全都一样。好、哦，我们先来看这台灰色的内装，2021年只能一千两嘛。我、哦、你看。内装安尼迷迷，完美如新。好、哦，那像新车嘞，而且搁做相色的，哇，做时尚做格向的。好、哦，来，先来看这台灰色的里程数，42705公里，恒温空调，金 ES 认证，冷气最能6度。OK，OK、okay? okay. 哦。来，咱稍等来看一台黑色的。来，阳光店长，哟，让你惊艳一下哈、哦，来看这台黑色 CC， 里程数直跑。20542公里，不旧啊？旧，因为这两台黑色跟灰色的 CC 啊，都是2021年出厂，配备都一样，选配也都一样，所以我就来介绍这两台丰富的配备，多媒体快控键，七安，还有吸附气囊哦。右边这边是 ACC 跟车系统，来，阳光店长考考你，这个是什么配备？LTA 车道循迹辅助开关，真正有特殊啦哈！特殊，嘿嘿嘿，你看跨界小修理配备这个真好。Push Start 多媒体影音系统 ，Apple CarPlay 可以听音乐，还有卫星导航，
Google Map 还有 LINE， 就是手机的功能、都可以投影在大屏幕上使用。恒温空调经 ES 认证，冷气最难三度，手自排变速箱，循迹防滑。我们现在来试驾一下 CC、来感受一下它的底盘、为什么它一个月可以卖3000多台，吓死人，国产车、来倒车显影，来打低档，放手刹车。王店长虽然是清杯啊，它是古北岸的套进屋、你看它还有选配原厂的抬头显示器，我觉得配备真的有够好呢。新车给83万5，但是只要选配才来、我们得给几十万出来。还有行车记录器，好，来加油门，哦，加音真好哈，袂歹，清杯啊，加速库袂歹呢。哎呦，这个底盘跟我在开之前国产的Toyota是不一样呢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感觉？嗯，加加在，已经快逼近进口 RAV4 的那种感觉呢。哦，难怪它会卖得这么好。在同级车里面，跨界小修理里面的 number one 第一名，来转弯一下哈、你看一下，哦，别卖 ，CC 跨界小修理试驾 number one。今天介绍这两台 Corolla Cross， 符合联盟五大保证、五大保固，让你买的安心，开的放心。买车估车来汇心，祝大家汇聚云心，买卖都开心。如果喜欢我今天拍的影片，推荐的黑灰。CC 跨界小修理，请为我们慧心汽车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耶！实在就是 SUM。